大家好，我是阿兔。现在呢正是春耕的时节，很多稻田上面呢都有那些稻谷，然后还有谷种准备开始插秧了。现在大叔这边养的鸭子呢不能随便放出去了，因为话会吃别人的东西。现在呢准备把这些鸭子全部围起来。这些鸭子呢全部都已经开始生蛋了。现在呢我和大叔话准备把这个地方呢给围起来，放鸭子在这里圈住。看基本上话已经固定住了。现在呢开始放鸭出来。全部跑出来了。我们呢进去看看有多少鸭蛋。一放下来全跑到外面去搞吃的。哇。看看这个鸭窝里面好像没蛋窝。最近的话这个估计腥味吃的太少了，蛋生的少。哦不，有，看到没？哇！现在这些鸭呢也挺聪明的，把所有蛋呢全部都生在一个窝子里面了，2、4、6、8、10，10个蛋。这边呢有一个，里面还有，哇，难怪看不到。2、4、6、7，7个，我今天早上有18个蛋。还可以吧，20个鸭子生了18个蛋，还可以。现在呢开始准备把这个地方围起来，把鸭子圈起来。看现在我们拉点过来。在哪就打了，好了，那就可打了。刚刚好，刚刚好围起来。但是我可以打入电费部分，因为这个呢在搞电费，个人也没搞多，哎，有没有计划也麻烦的。现在呢已经弄好了，准备呢把鸭子赶进去。好，全部进去了。